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乔武馆，我是乔博，我搭档陈宇。老乔武馆，你的在线的武功秘籍。后背裸脚是杀伤力最大的绞杀技法之一，大家注意看动作细节，我把一个手臂绕过对方颈部，完全绕过去，直到我能看见自己的手掌。同一只手抓另一只手的二头肌，绕过他头后面，注意我是手背在他的后脑，然后我把自己的下巴藏起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给他头后面保持压力的同时，我把两个肘合起来。